今年呢，我们是纪念100周年，这个排华法案，也就是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跟 Exclusion 或者叫 Chinese Exclusion Act。那么，我希望呢，我们华裔在全加拿大各地能够来渥太华参加这个仪式，或者到渥太华来表示你对这个100周年的这个纪念日呢，表示支持，那么这非常重要，因为团结就是力量。今天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呢，再不团结不行了，我们必须要站出来，必须要同一个声道，发出同样的声音，